希拉晚安 ，Hello， 憨憨 ，Joy 晚安，谢谢诗人的守护徽章，九蛋晚安 ，Hello， 熊熊，洛克晚安，永泉晚安 ，Hello， 小易，吴宁梅晚安，洛克晚安 ，Hello，RTY， 小雨晚安，谢谢默默的一封信。海阿晚安 ，Hello， 漫无目的 ，Kiwi 晚安，尾鱼度晚安。嗯，怎么了吗？为什么嗯？欢迎战士晚安，企鹅晚安，之后晚安 ，Hello， 汉姆斯塔。豪哥晚安，豪哥最近都有准时签到啊？今天是九点吗？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记错时间吗？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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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啦！是七点，怎么啦？不要吓我！我浪设错时间了。九点，我浪射错了，这很 Mina 今天又 Mina 了，嗯，确认过脸颊，这是对的 Mina， 难怪刚刚爸爸一见就嗯，这次我没错哈，好是七点，吓死我了，我想说，又搞错了，谢谢太后的行李箱。今天这套很有夏天感觉，是吗？是这套有夏天感觉，还是法裤有夏天的感觉？Hello， 没补啊，这个是新买的法裤，而且我买了很多颜色，想说配不同的衣服就可以换了。因为我觉得，就是我喜欢头上有东西，比较有安全感。水蓝色搭配就很夏天啊！这次的深写真也是水蓝蓝的，有海洋夏天的感觉。大家虽然 Mina 对我本来想说直播前我要来发个文，然后可是因为我照片都还没有整理，然后我还要排版什么，然后我就想说啊怎么办？我不知道要先发哪一张，我在想分三篇发会不会太洗版，还是就发。因为我这次拍蛮多照片，至少要分两篇发啦，但就对我就在思考，就是我要怎么发，先发自拍的，还是先发全身？可是全身的感觉比较就是比较好看，全身的比较好看，所以想说要留，就是之后再发一张，然后就想了一个下午，然后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发文。谢谢玉安的掌声鼓励。这次的业配不嫌多，可是照片是这样子的。奇怪，我这里沾到什么？突然发现好像是眼影。我刚才讲到哪里？突然，他这里什么东西脏脏的，然后就忘记有讲什么。我刚才讲到哪里？我失忆了。我刚才说要发30篇，最好我哪有这样子讲？我想了一个下午。奶奶回来了，怎么那么快？我有开到吗？应该有，没有再按我就是有开到了。对，反正我就一直想到底要怎么，就是。要先发哪一篇，发什么，发几篇，然后想了一个下午，所以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发，没有吓到，对，我还没有，因为我还没有进入状态内，我如果很专心的时候我就会被吓到，可是我刚刚就是我刚才在失忆，我就我刚才说什么，就是我刚才正在放空的状态，所以就不会被吓到。建议限动洗版发三篇
会算洗版吗 ？Hello， 萝莉兰晚安。抱歉，我刚刚不在线，啊，忘记我门锁着了。啊，是奶奶，还好。我开冷气了吗？还好是奶奶。我刚才一直很担心，如果开门不是奶奶的话怎么办？你就死定了，我就会被吃掉了。发100篇都不算洗版，没有那么多照片啦。我是自制瘦老爹套餐。瘦老爹都吃炸的，怎么可能会瘦？你买什么炸鸡、咸酥鸡、炸鸡跟薯条，还有雪碧。Hello， 肯尼晚安，谢谢松柏的枫叶。开门是大野狼，因为刚刚在直播，所以就急着开门，没有接起来，一般都会接起来一下。桌布哦，可是我觉得我拍的没有像，没有很像桌布的感觉，我自己觉得。让我思考一下，如果开门不是奶奶，还有谁会按电铃？不一定啊，可能会有坏人呢。谁屌的？可能有坏人呢。现在这个世界很危险，这个世界很危险，大家要随时保持警觉心。Hello， 朱莉恩，晚安。没有人会特地爬那么高来吓你啊！我有点罪恶感，我没有点。哦。可是坏人，谁知道坏人要做什么事情？他搞不好觉得，搞不好我平常唱歌的时候，他就听到我的美妙歌声，然后就沿着这个歌声走上五楼。五楼？对啊。什么意思？谢谢茄子的烟火，可能只是外送走错点。我们家这种偏远的位置，要走错也是不容易，而且还没电梯。米娜要帮奶奶分糖，没有，我最近太胖了，我不能吃炸的。我今天，我跟奶奶很奇怪，我们只要一个人变胖，一个人就会变瘦。然后最近我比较胖了，所以我不能吃炸的。我今天吃蔬菜锅。但我本来是不想要吃淀粉的，可是我怕我晚上会肚子饿，报复性吃宵夜，所以我后来就加了，家里剩一点点的面，就把它加下去。质量守恒，对啊，米娜跟奶奶的质量守恒。露肚肚的拍完可以吃，跟你们讲，拍肚肚的那一套的时候，就是我变胖的时候，所以我没有腹肌。谢谢正人的啾啾喵。就是我前一阵子不是身体不太好嘛，那时候就是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荷尔蒙失调还是怎么样，反正那时候就身体就很失控，然后反正拍的时候是我算是我不到最胖，但是蛮胖的时候。然后呢，本来以为就是一大早就会拍泳装，然后结果殊不知他就说，哦，先吃午餐，就是叫我先吃便当，然后吃完便当之后就拍泳装。哎，然后结果那时候成员们都不敢，就跟我同一个批次拍的成员都不敢吃午餐，因为大家就怕，就是因为要露肚子。对，我不知道为什么早上不拍要叫我吃午餐，因为便当超好吃，双主菜耶，然后还有炸的炸排骨、炸鸡腿，呜。然后，对啊，然后就说哦，先吃完再拍，因为那个就是摄影师他们也要吃午餐，那他们没有餐，我有餐呀，我已经是最胖的时候了，然后居然跟我说吃完午餐才那个。然后，但是我真的是忍不住，我就是爱吃鬼，看得出来吧？我就是个爱吃鬼，所以我最后就是吃，我把整个便当吃完，饭没有吃完，因为我本来饭就吃不完，但我所有菜都吃完了，然后去拍。但吃饭很重要，因为如果那个时间不吃的话，我就不知道我拍完是几点了，因为很多成员要就是排
排队等拍照嘛，所以如果我那个时间不吃，我可能下一次吃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所以我就吃了。下一次吃酸竹菜不知道什么时候。不是，我说就是拍完再吃的话，可能已经搞不好就三四点了，就不行啊，这样不健康，所以我还是秉持着要吃的原则。泳装就是要配游泳圈，你哪个游泳圈你们要买吗？怎么办？我这样讲，大家就不想指定你哪了。好啦，拍照的时候我有用力，我有用力。我没有游泳圈，是我是没有游泳圈啊，但是就不是有腹肌的那个状态，因为我之前 PO 去年练腹肌练得蛮勤的，但后来今年都比较没有在练腹肌，所以就怠惰，就没有到游泳圈，但是就是一块一块肉，很饿的时候还是会有腹肌，但就没有那么明显。买游泳圈的已经排到队，谁要去买游泳圈？我想要吃甜甜圈。没关系。Mina 也是海军那套吗？你们等我啊，等我 po 照片。对，我晚点看要不要发一下。我已经调好色了，只是还就是还没排好版，对，晚一点再来发。泳圈在这里，哎，对，这里有一个泳圈。我先胖十公斤再来说游泳圈。啊，我胖十公斤的话会有游泳圈吗？哎，会哦。会哦。妈妈。还有我以前。你以前有游泳圈吗？我没有啊，所以因为奶奶曾经有，这大家知道吧？奶奶曾经有就是50公斤，所以胖十公斤的话，据奶奶的说法会有游泳圈。好，所以胖十公斤会有，但我应该不会吧？我应该不会吧？我是会胖肚子的类型吗？我是。我胖的话会胖肚子跟腿，脸的话不会，对，对，脸其实不太会。我自己有时候会觉得脸有变瘦，可是都没有人看得出来，所以脸应该是没有变吧。就是不管胖跟瘦，它都是蓬的，只是蓬的大跟小。可是有时候早上起来它也很蓬啊，就是。跟水喝的多不多，有没有水肿也有关系。脸再胖就不得了了，再胖就变什么？就变仓鼠了，就变仓鼠了。越说越伤心。没事啊，我已经习惯了。如果不认识的我的人看我的脸，觉得我很胖，我也习惯了。要让座，我也是奇怪啊，因为我的脸长得就一脸欠让座的样子。我的脸一定要圆圆的，其实我算是，对，我是圆脸，而且是那种就是360度的圆。就是一般人的圆脸可能是那种就是正面这样子，然后侧面其实还好，我是整个就是立体的球，真的是球。不会觉得脸胖只会想捏啊？想捏不就是因为脸胖才想捏吗？还骗我说不觉得脸胖。就像看到小 baby 的时候，他们那个脸啊，小 baby 的脸，那个看起来要垂下来，就会很想要
我想要你，就是看起来很胖啊，很可爱耶。侧脸看起来很瘦，有吗？有吗？不会想。奶奶在摇什么头？我侧脸真的有比较瘦，好不好？奶奶在摇摇不会想捏企鹅，为什么？企鹅很可爱呀、啊。哎、欸，我要赶快吃我的面，我的汤面要干掉了。我先吃那个面，其他菜等一下再吃。那个面真的要干掉了。然后奶奶赏我一根薯条，来干杯！来，你们配酒，我吃薯条。这个薯条超好吃的，一包20块，在我们家这边卖的，它是有加海苔粉的，超好吃的。它分量很多。嗯。啊，这。加油，塔纳卡，晚安。Hitomi，晚安。吃好好。薯条才20块钱呢，20块钱哪有好？啊，这因为最近看很多日剧，所以很常听到他们讲啊，这就觉得很可爱。可是就谢谢啊，可是好像是男生用的啦。我只是想讲而已。我要来吃我的面了，吃薯条就很奢侈。明明薯条泡面，薯条跟泡面名价钱都差不多，泡面也是 一包差不多20块，比较好吃的口味啦，可有的更贵。然后我吃泡面大家就会说很可怜，然后吃薯条就说很高很豪华，可是明明就是一样价钱。最近在看什么？哎，我有很多可以跟你们分享，但是请让我先吃面，因为我的面真的它要变干面了。帮我拿我的那个小碗跟汤，对，谢谢。Hello， 庭伟，灰灰晚安。谢谢少爷的玫瑰，适合小千说。小千说什么？我刚才拿完碗，我忘记我刚才说什么。说什么？我这是失忆。哦哦，对哦，谢谢对。哎，奶奶记性都没有好。哦，适合小千说啊，这是我是失忆。谢谢瑞龙的 kiss 猪猪 ，kiss 猪猪，哎，真的看起来变干面了嘞！给你们看看我的养生面，这个是没有肉的，都是青菜啊，真的变干面了啦！而且这个面，哎，你要不要吃一点面？这面发起来变好多哎。那你吃不完那些小碗给我。好，那我先吃了，我看我吃不吃了吧。这个面，可能是发起来的变很多。那么好，那个面只有剩一点点，一小把丢下去，就发起来看起来好多。要吗？看起来很素，有南瓜，南瓜，然后还有一些青菜被埋没，哎、欸，喷到我了，拿不到卫生纸，因为这个桌子卡住我。有加蛋，然后这个蛋，哎、欸，跟青菜其实蛮多的，还有豆皮，哎、欸，豆皮跟蛋合而为一了啦。哦，钱包丢进水里可不可以发起来？我也希望，如果钱包丢到水里可以发起来的话，那河边会很多人，大家没有钱的时候就会聚集在河边，或者下雨天路上的积水就看，哎，那边怎么蹲着一堆人啊？哦，原来是在让钱发起来啊。但这样不行哎、欸，这样子的话会通货膨胀，不可以那么容易就发起来。到时候钱包像 Mina 的脸，
发起来嘛，我是发高是不是？发贵，我很有福气哦。捡得到别人放的钱才会发起来，捡别人放的钱会发起来，哈？这不是冥婚吗？什么意思？冥婚？不懂。你哪知道通货膨胀？通货膨胀这个词又很难吗？钱包里没有钱发起来是没东西，只有钱包变大而已。那你们钱包里面，你们的钱包里面会放那个吗？照片，就是有的会有那个放照片的夹层。你们放 Mina 的照片，然后它发起来就会变成很大的 Mina。不过我的钱包是没有放照片的啦，因为太占空间了。谢谢初风的徽章。谢谢翔翔的徽章，谢谢瑞龙的真情啊！汤快起来，对，我说我要赶快吃面，还是我先把面捞起来？我先把面捞到旁边的碗里好了。可是我捞过去，它会很快就凉掉，还是我就这样子吃？我的钱包很多东西啊，没有，就很多卡。穷人就是很多卡啊，不是，我不是穷人，大家被骂。就是小知足，小知足，对，不可以讲自己是穷人，我是偶像。就是小知足，就是会很多卡，就是不同的优惠，选最优惠的，就是用嘛，然后卡又可以提点这样子。谢谢新鲜柠檬的烟火，很多卡哪里穷？不是卡，不是信用卡就只是一般的那种积点卡就是比如说全差还是加全福这种，就是就只是可以累积点数，可以有时候可以折十几块，会觉得啊开心这样子。捡到过钱包里面有可爱女儿的照片，好像我有听说过，钱包里放照片的话，如果钱包弄丢找回的几率会比较大耶，因为可能就是人家看到里面的照片，是幸福的一个家庭，然后就会觉得要还给人家这样子。可是如果你里面没有照片，可能人家不会想什么，所以放照片其实也是有好处的。Mina 没有办卡吗？我只有一张，而且是被就是我去逛全差的时候，然后被推销，他就叫我帮忙办卡，就是感觉他看起来就是很缺业绩，我就想说帮他办一下好了，然后就办了。对，不过办了之后发现其实有卡还蛮方便的啦。我就是看到人家缺业绩，想说就帮忙，或是如果在路上看到别人要填什么问卷，我如果没有很忙的话，我基本上就会帮忙填。有时候虽然也是乱填啦，但就是看他那么辛苦，就帮忙填一下，因为不然他一天可能都被拒绝好几次。钱包放我的照片全部都被我领回，以为那个钱包主人是我，是不是？那你们那个电话号码要你们不知道我的电话号码？我刚才想说你们电话号码记得要留我的，这样通知的时候会打给我。结果突然发现不行，你们没有我的电话号码，我怎么会觉得你们有？留我的 IG 好了。这个月升写真的业绩需要帮忙？需要，每个月都需要。我们是业务员。七月好清凉，对啊，因为夏天到了。我要赶快开吃了啊！可是我想先吃青菜，不想先吃面。那我要先，反正面都发起来了，我就从我喜欢的青菜开始吃。いただきます。爸爸也难得买下手了，我要鲔鱼肚有肉肚肚就买了。你是想看我的鲔鱼肚吗？可惜我不是。里面还有金针菇啦，
金针菇跟面长得蛮像的，可能看起来面很多。谢谢证人的一封信，谢谢火火的烟火，谢谢阿基拉。我觉得有一点太咸了，我想加一点点水。尾鱼柱可能要看大柱，大柱那个是老鼠柱。爸爸没有瘦爸爸，结果是 Mina 瘦爸爸的。直接加水，应该可以。好像，但我觉得这次的深浅针真的很好看哎，就是因为我们之前的布景都比较单一，然后这次是就是第一次有这个就是海洋的感觉。然后还有亮亮的，就是整个在海底的感觉，我觉得很漂亮。加高汤比较好喝，没有，因为盐巴好像放太多，然后刚刚可能煮太干了，所以特别咸，所以我就加水稀释一下。谢谢中喵的告白气球。我刚才想说什么是安德勒系，原来是在讲英文。自动洗车的刷子，自动洗车的刷子有这么闪亮吗？小美人鱼的歌，小美人鱼的歌是什么呢？哦，真的煮太久了，这个南瓜都煮到剩皮，所以能融在汤里面了。OK 呢，起码有背景了。对，我们慢慢慢慢设备升级。来吃一点面，这个面可能也会很咸哦。刚刚盐巴加多了，谢谢阿元追踪，晚安。还好啊，面没有很咸，有海鲜，哪里看到海鲜了？严对应，Mina不会严对应的，我最热情的，你们不要怕我的热情就好。都是蔬菜会有甜味吧？对啊，就是这个就是很单纯的蔬菜锅，喜欢蔬菜原本的那个鲜甜味，好像夹太大口了。Mina优雅的吃面，我这样优雅吗？我很优雅吗？夹太大口了，结果一半都掉下去。谢谢银婷的烟火。会不会吃一个小时？应该不会，因为面比较吃的比较快。是面线吗？不是面线。云丝面吃起来跟面线其实蛮像的，不过很好吃。我喜欢吃很细很细的面，不然就很粗的面，很有嚼劲。不喜欢中间的那种，一个小时面都烂了吧？那这个
面煮好也放了半小时了。一定要先上课了，拜拜。我哪说蔬菜面就不会连着偷塞完了？对吧？不是，是意面。嗯？他都说他是锅烧意面，而不会是乌龙面。哎、欸，可是我怎么记得我吃的锅烧意面的面吃起来就是粗粗的，很像乌龙面啊？没有，它是炸过的那种面，是台南的面，台北的意面是白色。然后乌龙面在南部叫大面。这不叫锅烧乌龙面，叫锅烧大面。意面是炸过，所以是我之前很喜欢吃的那个，是不是？对，那个叫锅烧意面。哦，我很喜欢，我喜欢锅烧意面。我很久没吃，我忘记它的名字了。我刚才说要分享最近看的剧，对，但让我先吃一下，让我解决温饱。那我解决温饱问题，不然我这个面真的要吃到九点了。但我希望我不要吃到九点，因为这个面会很可怕。连自己喜欢什么面都不知道名字。等一下，我最喜欢的面是那种刀削面，很粗的那种，很有嚼劲。意面我也喜欢，但不是最喜欢的嘛。台南意面，结果不是，好像北部跟南部的不太一样，而且南部会加沙茶，北部不会。那你觉得加沙茶好吃还是不加？当然要加，我在台北吃都觉得不太对劲，少了点什么。台北的不会，台北的锅烧意面不加沙茶吗？那我也跟店家讲要加沙茶吧。Mina 最喜欢的面。是米粉，感觉我可以做刀削面，可是那很困难耶，那个要用那种大菜刀削吧。生梦晚安。台南有的不会加沙茶，哎，所以也不一定耶，是要看店家。大部分都加很重，所以应该台北也台北应该也是有加沙茶的。明南看过刀削面机器人吗？那个是什么一个动漫吗？还是是就是一台机器人？就是一台机器人。是吗？你看过？你又看过？为什么只有我好像孤陋寡闻，什么都不知道？谢谢熊熊的一封信。机器人负责削面的，好酷哦！谢谢 L 的玫瑰。无法想象刀削面机器人做那，我也觉得蛮好笑的。我怎么会问？哎呀，我被自己好笑到。等一下，面炭喷出来。对啊，我怎么会觉得刀削面机器人是动漫啊？可是就觉得机器人感觉就是会有出动漫啊，什么很像什么假面骑士什么机器人之类
对啊，我在想想位置，我刚才问了一个蠢问题。消灭机器人的动漫，然后他就一直在消灭，然后他发动攻击的时候，刀消灭攻击，啾啾啾，然后那边就飞出去。谁要看这种动漫？我刚才问了一个蠢问题。其实日本的动画的名字也都取得很奇怪，而且名字越来越……是不是？所以刀削面机器人感觉可以耶。之前好像还有什么什么饭勺，就是那个一个连续剧叫什么饭勺，就感觉感觉搞不好真的可以耶，搞不好可以刀削面机器人就是这样子，是是是。然后如果等级比较低的，就会被刀削面攻击。然后如果等级比较强的，他就把他出去的刀削面。就是集合，然后变成面团，然后再反攻，好像不错。刀削面机器人大战刀削面店家，刀削面它可以，对，我觉得这题材还不错哎。然后最后就看是机器人还是人类的胜利，好像还不错。我觉得我很有那个哎，我很有。那叫什么？企划的头脑，我觉得可以哦。编剧的天分，都乱编一些剧。很像日本会做的事，对，我也觉得，日本的动漫什么都有啊。Hello， 员工们晚安。我觉得这个主题会出现在哆啦 A 梦里面。但是哆啦 A 梦的作者不是过世了吗？那他还会出，他还有可能会出新的道具吗？还是都没有？现在看的都是重播。没有啊，那半剧场版是怎么去的？那是谁在画？他儿子哦。你为什么笑？他至少有个徒弟吧？为什么一定要有儿子？他家也会有很多小帮手啊。我想家族企业啊。哦，他的学生哦，有工作室。我觉得我是不是很难沟通？我是不是很难沟通？藤子不二雄过世的，对，他儿子帮人画，不是啊，他儿子应该会就是有遗传爸爸的那个绘画天分呀、啊。今天为什么提早开？今天没有提早开哦，本来就是七点的，只是浪射错时间了。好多人问了，藤子不三雄，对呀、啊。五岁小朋友爱问问题，正常。我的问题是不是很大？其实我最大的问题就是我本人，以为是九点，所以还是蛮多人是看浪的时间，是不是？设错了啦！一堆人都记错，公民大赛。那最后怎么发现我已经在开播了？以为是八点是最刚好的吧，就是最中间。所以原来画剧场版的是藤子不二雄的徒弟。不过画哆啦 A 梦好像也不难嘛，就是如果是什么七龙珠之类这种很有角色印象鲜明的这种动画的话，就很难画出一模一样吧。可是像哆啦 A 梦好像就还行，蜡笔小新也是，蜡笔小新的作者也去世了是吗？谢谢博城的守护灵。Hello， 晚熊先生晚安。
刀削面机器人也很难，不是刀削面机器人那个我就是原创，我以后就不行了，算了，我不会画画，我还是算了，我真的不会画画，我就不献丑了。重点是剧情，你们说我画得很丑也没关系，可是你们万一看不出那个是刀削面怎么办？我比较想要配音，哎，我想要帮刀削面机器人配音耶。大家好，我是刀削面机器人，攻击！我喜欢配音耶，我的声音那么不像真实世界会有的声音，我为何不去配音？而且我觉得我超适合配那种非生物的东西，就是比如说刀削面机器人啊，或者是什么高丽菜小，对对对，高丽菜小黄瓜，不是苦瓜，小朋友不吃苦瓜是不行的哦，挑食是不行的，快吃我，快吃我，快吃我，这样子之类的，我觉得我蛮适合的。Hello， 微雨晚安，是不是？是不是？我是不是很适合？搞不好小朋友听到我的声音之后就哇，我就敢吃苦瓜，敢吃青椒了。好恐怖，哪会？欸，动漫本来就是各种拟人化啊，动漫里面那个猫咪老鼠都会讲话，你们都不觉得恐怖吗？只不过这个蔬菜讲话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你还放在小碗，我吃吃。有一点咸啊。太多了吧，我说一点了，你给我这么多要干嘛？一点耶，佳佳Mina是很大方的人哦，你跟我要一点，我就给你很多。好咸哦，可能你那一块没有水涮到。就喝一口真的太咸了，变成童年阴影。难得，为什么 ？Mina 永远觉得你没吃饱，我又不是阿嬷，我又不是阿嬷。哦，这块真的比较咸。我是阿姨，阿姨永远觉得你吃不饱，可以给一个 wink 吗？哈，为什么要给 wink？ 给你们一点爱，我给你们很多爱，妈妈妈妈。我嘴巴还没吃完，谢谢可乐王的枫叶。这首歌 Wonderful You 超好听的，谢谢 CKU 的 Kiss 猪猪，谢谢 Killer 的，这是什么红色短册， Mina 的爱有味道，甜甜的味道，谢谢小千阿伯禅，谢谢夏尔的猪猪，谢谢阿奇，看起来像米粉，不会啦，米粉的话是更透一点的。哎，我找到刚刚那个黄瓜，不是黄瓜。南瓜，我看着黄黄的南瓜，我叫它黄瓜，我是不是我一定是生病了？那为什么黄瓜是绿色？所以它应该叫绿瓜。突破盲点。还有木耳，木耳也很好吃。
讲错了啦，叫西瓜如何是好？西瓜就长在西边的啊。木耳好像蛮多人不爱的，奶奶也不爱木耳。你的木耳很好吃，我喜欢这种咕溜咕溜的东西，我不挑食，我什么都吃。然后一般人越不喜欢的东西，我越爱吃。比如说苦瓜，我超爱吃苦瓜的。酸辣汤不是都会有木耳吗？对，可是有些人就不喜欢木耳。我有朋友喝酸辣汤，然后就会把那个木耳全部挑走。我觉得好，这样好累。我喝酸辣挑，酸辣汤不挑。你看，酸辣挑不挑？真的太麻烦。不走寻常路。我很正常哎。烤烤的是什么意思？墨子接受放在拉面里。哎，你们这些挑食的人，你们这些挑食的人，木耳那么好吃，我超爱木耳。酸辣汤花30分钟挑木耳，也太辛苦了吧！挑完都凉了。你看，我觉得它的那个咸度不平均，咋啦？凉拌木耳，木耳怎么样都好吃。我喜欢一个食物，就是它各种料理方式我都喜欢。为什么有些人会，比如说我吃红萝卜，但我就只吃煮熟的红萝卜，不吃生的。就明明就是一样东西，为什么换了料理方式就不喜欢呢？面里面有金针菇吗？有加一点点金针菇。因为金针菇很便宜，木耳本身没有味道，那我觉得配这个比较适合。对，木耳本身没有味道，可是。就是没有味道的东西，你只要很清淡的调味就可以吃出它原本的。有的是口感啊，有的是可以吃出它原本的鲜甜，也蛮好的。有人吃生的红萝卜，生的红萝卜很好吃，超甜的，我就很爱吃生的红萝卜。煮的也吃，但是我更喜欢生的，就是脆脆的口感。如果是丢到咖喱里面那种煮的烂烂的，我就没有那么爱。青椒也好吃啊，不过青椒跟苦瓜的话，我更喜欢苦瓜，因为我每次吃青椒的时候，吃完我就会觉得我的那个打嗝或是什么就会有那个青椒味，不是很喜欢那个味道。但青椒本身是好吃的，生红萝卜有腥味，就是红萝卜味啊。生红萝卜有一个淡淡的苹果香。为什么 Kiwi 讲这句话的时候，我感觉你很像我家的仓鼠？仓鼠也喜欢吃生的红萝卜啊。甜椒会直接吃吗？甜椒哦。甜椒我觉得主要是拿来配色吧，比如说炒什么，炒一些菇类啊，放甜椒就是增加色泽，有红色、黄色这样，比较好看。生的味道比较重一点，不过也是很好吃啊，重点是它的那个甜味。谢谢火回的守护徽章，这面看起来很少，结果。
煮起来变超多。想把我吃了，危险，可是我已经加很多水了。我可能明天，要水肿。我最近很喜欢吃汤面，然后吃的时候都不开冷气，然后奶奶就说：“这么热你还吃得下汤面？”所以今天因为有直播，所以特地开了冷气在吃汤面。宝宝蓝，哈，这个颜色叫宝宝蓝吗？
为什么这个是宝宝染？宝宝都穿这个颜色吗？他还有第三段，真假的？第一段我就听不下去了，很好笑哎！我要被范晓萱杀掉。我笑点好低，我最近笑点真的好低哦。第二段是唱什么？哎，这个好像是 Amber 的新歌。这样不能去医院，会笑点低。我笑点低哦，我懂了，什么意思了？笑点低，好难懂哦。对 ，Emma 的有老鼠，这到底是什么梗啊？这到底是什么梗？第二段是有老鼠，是不是？我好像有听到。有，我有听过那一段。可是原来有三段的吗？我看到好碎裂的南瓜，不要喝它的汤，太咸了。第三段讲很快，我这是中文，应该还好吧？中文是我们的母语哎。我要赶快吃完，我才能去找哆啦 A 梦。我吃完了，人家等我一下。快到以为他讲日文，我觉得我会笑死，我不敢现在听我怕我会喷。喷面出来，然后找哆啦 A 梦，哆啦 A 梦要帮我，我吃饱要去找哆啦 A 梦，找哆啦 A 梦陪我玩。那个汤没那么咸，感觉很甜。对啊，不小心煮太久了，水又蒸发了。谢谢追踪。哆啦 A 梦会派老鼠，我是仓鼠啦，不是老鼠，不一样。我也不是很喜欢老鼠，灰灰的那种，感觉很凶。仓鼠比较温和，看我就知道了。
好像讲完了，什么？我收益10,000,000了？什么？刚刚吗？静音的时候吗？什么东西？里长在八国语言演讲，静音不会讲什么啦？哪里有显示呢？哪里有显示？哎，谢谢大家，大家又不能，我不能讲话，大家就一直丢礼物给我，谢谢。哎，他现在就在说要打疫苗，然后他就说，那就欢迎家中长辈可以先去施打。那再次感谢各位长辈弟弟什么什么，他想说他就要把整个族谱念完是不是？然后还两中文跟台语各一次。刚刚上面跑马的啊，真的假的？我没看到。谢谢米粉，怎么会这样？我在静音之中破，结果我居然没有 catch 到那个瞬间。有没有快点讲成福音？那有圣诞黄。跑马灯再跑一次，可惜不能重来了。哎，1,000,000很厉害耶，那个里程碑。谢谢茄子的掌声鼓励。跟米娜一起吃最后一口，为什么不是才刚到家？为什么可以吃最后一口？最后一口。我只说他们认识的。蛋黄一直掉下去，哈，掉去哪里？没有掉啊！啊，我的最后，我以为你们到家，然后说跟米娜一起吃最后口香，我是怎样？刚刚为了要赶我的进度，然后在路上边走边吃，然后特地留了最后口，然后到家的时候，来米娜跟我一起吃最后口，我想问，好厉害！谢谢出风老太空掌声鼓励，谢谢明哲，谢谢熊熊跟丫丫，太努力了，好吧，你们没有那么爱我是不是？然后把我的桌子收起来了。太棒了，今天花了差不多半个小时就吃完了，太棒了！今天有跟我一起吃晚餐，耶！棒棒！要小叮当了吗？好啊，等我把桌子收好。等一下。谢谢雨农的掌声鼓励。我要先补唇膏。你们家都很早吃饭，早吃饭也蛮好的，早睡早起。谢谢夏尔的一封信，谢谢凯安。我这次记得吃完饭要先补唇膏，不然就会像之前一样，都要播完了才发现自己长得很丑。唇膏真的是太重要了。朱喜，那要现在要来听
现在要来听小叮当，我们来去找哆啦 A 梦咯。哆啦 A 梦，谢谢家人的特殊助听。这样画风会不会差太多啊？现在明明现在这首歌就这么的唱的那么深情，然后我突然就哆啦 A 梦。已经先笑了，都还没听。嘎嘎咕嘎，那个是日文版的。谢谢阿卡的猪猪鸟。夜兔晚安。等一下，我们先直接跳到，我们再听一次那个小叮当自我介绍。想要的愿望，我这是第一次听，笑超久，这习惯了，我这次就还好。那我们来听一下第二段他怎么唱。过了吗？而且他尾音还要叫，哎呦，救命啊，有老鼠！他的尾音还要颤抖，哎，有老鼠！这哆啦 A 梦戏很多。还有第三段，好了，来听一下第三段是啥。两个大，好在我有小叮当，困难时候敲敲他，玩能比和时间机器能做任何的事情的事情。没有，我觉得第三段蛮可爱的，我觉得第三段是最可爱的。你要卡粉了吗？第三段还是小叮当永远是你们的好朋友哦，呵呵呵，太有，这个后面好好笑哎。第三段很可爱哎，第一段是，就哆啦 A 梦可以借我的道具吗？嘿，大家好，我是小叮当，就是欠揍，就是答非所问，欠揍的小叮当。然后第二段，救命啊，有老鼠，然后他就跑走了，就很熟啦，就很熟啦。然后第三段，小叮当永远是你们的好朋友哦。好，他没有这样笑，是我，他可是他真的有笑啦，可是没有笑的像我这么憨。真的，你们再听一次，他有笑。他是羊，为什么是羊的笑声？你们有听到吗？小叮当为什么是羊的笑声？他说：“小叮当永远是你们的好朋友。”咩。为什么是羊的叫声？他不是机器猫吗？人家是嘿嘿，是吗？我怎么听到很像羊的声音啊？再听一次。喜欢想他，小叮当永远是你们的好朋友哦。啊，对对，奶奶学的很像，对，好难哦。好像没有你像哎。要用丹田。我觉得算了，我觉得我不行。就很是奶奶本，其实第三段是奶奶配的。那我应该是什么？我是嗨，大家好，我是小叮当，欠揍的那一个。第三段蛮可爱的、啊，小叮当永远是你们的好朋友，没啊不是没，他每一段都有，他每一段都有那个哎、欸，救命啊有老鼠就哭哎、欸，那第一段他没有，第一段他就真的就嗨大家好。然后后面没声音吗？再听一次。对耶，这只有第一段没有后面。他，我觉得他应该要加一点啊。嘿，
大家好，我是小叮当，叮叮当当之类的吧，就是他，好吧，我觉得如果有的话，这首歌会更完美。对，不过已经不错了，我觉得不错，没有第四段，没有，他没梗了，他没梗的，叮叮当当这样，就觉得应该他要加一点语，就是这叫语助词吗？撞声词、拟声词之类的吧，因为他后面都有，只有第一段没有。谢谢 Matthew 的告白气球，因为我喜欢那个后面那个，好难哦，我奶奶学的比较像。为什么小叮当是这个声音？他这个版本小叮当怪怪的，感觉坏掉了。而且它的封面明明就是蓝色，为何我点进去里面的小叮当都是绿色的呢？它为什么有色差？好的，我们听完小叮当，对，我要来跟大家分享我最近看的日剧。你在笑啥？这个吗？奶奶也在吃还笑。我跟你们讲，最近，谢谢太空的浪天堂，因为我不是最近，我前阵子看了那个，那叫什么？叫什么来着？谎言，我所看的哈基梅鲁，哈基马鲁可以。我最近看了那个，然后我就觉得那个，我最近就很喜欢丁田启泰，然后我就去找了他的演的其他剧，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个剧名很特别，很吸引我。对，就反正就很特别，就很好奇，就点进去看了，然后。那部剧叫做如果30岁，如果那现在的剧名都很长，都很难，而且中文翻译也不太一样。如果30岁还是处男的话，就会变成魔法师。似乎就会变成魔法师。对，那个超好看的，超好看的，发现新大陆了。对，就是我那时候只是看名字，然后我就点进去看，然后就我看了之后发现居然是饰演 BL 的耶。对，可是重点是我从来不看 BL 的就的人，那我看了之后我居然觉得很好看耶，而且我看的时候一直会忍不住想要叫出来，就是哇要亲爱的哇，就会一直会这样子耶。不是，就是我以前真的不会看 BL 的这种耶，因为我就爱看正妹，我对男就是没有兴趣啊。可是我没想到就是这部这么好看，我也看完了，而且我超猛了，我就花了2天把它全部看完。女生朋友都看得很有少女心，对啊，我就是看的时候会一直想要，就是很想要乱叫。我在 TP 可以找到不少同好，真的吗？很好看耶，就是很纯爱啊，觉醒些什么了？但我觉得我不知道跟新元节结婚有没有关系，但因为今天早上奶奶就传了新元节跟新演员结婚的那个图片，然后就说我最近就是我因为新元节结婚这件事情，我哭了好几天嘛，就一直很沮丧，然后。我一直都是一个比较喜欢看美女的人，对。然后自从新元节结婚之后，然后我现在居然开始在看 BL， 对。然后奶奶故意 po 他们就是新元节跟新演员结婚的那个，这居然是剧照啦。然后他就 po 那个，然后就说我现在开始看 BL 了，就是改变很大什么。然后我看了之后我就很想哭哎，就是我只要看到那张新元节跟新演员两个人一起的图片，我就很想哭，刺激太大了。对，我觉得有一点呢，就是我到现在我已经过了那么久，我看到那个照片我还是会想哭。然后，而且我以前真的就是只看美女，然后自从新元节结婚之后，我开始看帅哥，就比如说我觉得丁田启泰很帅，就是我最近会开始看一些帅哥，然后就觉得哇，我真的变了耶！我以前都不看男生，我就根本就是我对帅没有任何的
感觉，除了我的男神，就是我的男神是三下之九，女神是新垣结衣之外，其他我都是没什么兴趣的。然后新垣结衣结婚之后，我就变了，我就开始看帅哥了。我打击是多大？然后我现在超喜欢看 BL 的，美女到头来都是别人，只好看帅哥，就觉得我也不知道就觉得我帅哥其实蛮好看的。哪天三下结婚怎么办？可是怎么讲？可是新垣结衣在我心里的那个分量，就是大到我自己都觉得，就是哇，有这么大吗？最近会开始看帅哥，看帅哥跟帅哥在一起，对，然后就会觉得哇，好浪漫哦，就觉得就是看到他们这样很幸福。因为我最近不是看了那个什么横滨流星演的那一部剧嘛，就是很恋爱的，我看完了那部叫什么呢？也是什么恋爱？什么叫什么恋爱？现在的剧名都好长，好难记哦。什么什么恋爱？反正就是没有，我自己看完我就觉得我对恋爱题材觉得还好，但那个 BL 的那一部我觉得就是很好笑又很。就很 OK 啊，对，打扮的恋爱是有理由的。对，我觉得就是那一部就很恋爱啊，就是看完就还好。可是 BL 的就是看了会觉得哇，粉红泡泡就是很棒最近很喜欢。大叔的爱由奶奶推荐我好多次了，他从那部出多久了？两年了吗？奶奶就一直叫我去看 BL， 然后我就不喜欢，我就很排斥，我就不要看，我对那个没有兴趣。对，然后就新垣结衣结婚 BL 来，我就看帅哥看，失恋性情那边，我觉得真的会耶，就是会改变一个人，怎么会变成这样？我也觉得怎么会变这样？新垣结衣，你们不要觉得我在这边说新垣结衣结婚，然后我爆哭，好像很好笑，但是我是真的难过就是很替他开心，但是又不知道怎么会一直想要流眼泪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要怎么讲，就是好啦，我不知道怎么讲，反正为什么要这么是我婆。就是在他结婚之后，我还一直以为自己有机会啊，没有，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讲，我不知道我带什么心情，我不知道带什么心情，反正我现在就开始看帅哥，告诉你们，我现在就是看帅哥。我最近觉得那个谁，福基卡塞也蛮帅的，我之前都是听他的歌而已，然后最近看了 MV 之后发现，哇，他是长头发的耶，就觉得还蛮帅的。我现在就开始就是都看啦，帅的都看。那换你们哭，你们哭什么？帅哥结婚的，可是帅哥我看很多啊。我是女生，我就只爱新垣结衣一个然后他一结婚，我就世界就崩塌了。可是我现在就是这个，就是只要帅的都看，所以就不会就分散那个疼痛，你懂吗？小千跟茄子，我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啊。男生都觉得帅，真的很赞哎！谢谢你们推荐我变渣了，失恋之后直接性情大变。但我以前真的是就不看男生，我也不会觉得男生很帅或什么的。真的是最近就是看的时候就觉得，这个男主角很帅，然后就会去查他的资料什么，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就是在新垣结衣结婚之后，我自己觉得对我自己居然会有这么大的改变，我居然开始看男生了。我以前眼里是没有男生的，就是根本不稀罕，对，就是男生是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然后最近就会看了，现在开始按帅哥赞了。就对我变了，我自己也惊讶到了，我怎么变这样？但真的，我觉得那部真的很好看就很很很
我觉得他的爱情有，对，爱情成分有，但是搞笑成分也有，就是我觉得这个平衡还蛮好的。之前直接无视，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就是我不会觉得男生很帅什么的。女生之后都会变别人的老婆，爸爸怎么讲的，一副好像很懂的样子，演得很纯粹，会很有少女心。对啊，真的，我的少女心都，因为我前阵子看了那个什么什么恋爱的，然后看完之后就很无感，就是就觉得，哎，太扯了吧这样子，然后看了这部就整个纯爱，就我整个少女心都爆发了。很棒，推荐大家就去看，而且不觉得这个剧情设定就本身就很可爱吗？就是如果30岁还没有还是多爹的话，就可以变成魔法师，就是这个设定本身是很可爱很酷啊。少女心爆发的有点晚，对，我本来有在思考，就是我这个少女心的爆发是因为我年纪吗？我年纪要到了，我要25岁了，所以这样吗？还是因为新元节义？然后一直到今天早上奶奶传新元节义的那个照片给我的时候，我又想哭了。然后我才觉得啊，应该是因为新元节义。30岁魔法师原本是调侃的词，可是就把这个做题材，然后对，然后内心戏很多，我就觉得好可爱哦，这个题材很可爱。25会担心嫁不掉，哪会？不会啊，他们也是30岁才在一起的啊，我觉得不会啊，不会担心嫁不掉。你的前神推结婚了，爸爸的前神推是谁啊？我知道了。是那个塔卡米娜的秀，所以原来男生也会喜欢看男是吗？你们也看过 ？You got it。对啊，反正对我最近就喜欢看 BL， 所以我打算下一步要来看大叔。大叔之什么？那不，大叔的爱，大叔之恋。对，我觉得纯恋爱的话，我有点看不下去。但如果对搞笑成分有的话，就可以看下去。BL 不行，可是我觉得。可以不看 BL 的，可以试试看那个就是如果30岁，他好像有一个缩写叫什么，切利马后之类的嘛，他的缩写忘记是什么了。就是我也是没有看过 BL 剧的，可是我觉得这部真的很好看。最近 BL 剧太多，真的哦。这是我的第一部，我觉得很好，可能看多我也会疲乏吧。但我最近就是情商走不出来，我现在还在打击中。你现在再给我看新元节一跟新演员两个人照片，我就可以3秒爆哭出来的那种。我还没走出情商嘛，我就失恋了。BL 的部分二次元很多，就是那种脑洞大开的部分吧。是大叔之爱带起 BL 风潮的，是吗？有些 BL 做因为 BL 就放弃，啊？什么意思？纯爱的 BL 没有很多。对，反正我只是觉得，就是我本来不能接受的人，居然都能接受，我也是蛮惊讶的。可能是新元节的力量。偶像结婚
在家疯狂爆哭，有啊，这个新闻有写啦，很荒谬哎。可是只看文字比较感受不到我心里的那个澎湃，就是我真的也不是澎湃，我心里的那种悲伤，就是看到新闻就会很想哭的那种，真的是认真想哭。我没记错哦，我难得有没记错的时候。可是我怎么简称叫茄梨妈猴啊？用了 BL 题材就不去接触的意思？哎、欸，什么意思？百合剧我没看过哎、欸，但我不会特别想看。最近对帅哥比较有兴趣。新人节一要灌夫姓的，对耶，日本会灌夫姓耶，所以它会变成，哎，新人节一会变成新野节一，好像没有差很多，好像这中文啊，中文念起来好像觉得没差很多。茄梨妈猴。都待在日本会叫 Cherry， 为什么？好可爱哦！关樱桃什么事情？两个字都不一样，可是念起来很像啊。新垣结衣、新野结衣，活动还是会用原本的名字，这算是他的艺名吧？不然突然用新野结衣谁？何西诺。Hoshino Gaki， 好像也蛮好听的耶。AKB 有一首 Cherry 的歌，哪一首？我现在一讲到 Cherry， 我就会先想到 Cherry 风，先想到Sunny Sunny的歌，说不定不会管。这就不知道了。我老婆，对，是反正我最近变了，我最近会跟你们分享很多帅哥。我以前都跟你们说，对呀，看正妹很好啊，最喜欢看正妹了。然后我现在就要开始跟你们分享帅哥，我现在就要看帅哥，丁田甲很帅。然后腹肌开车也很帅，长头发也他很帅。Yui 有一首 Cherry 歌，我知道我听过，但 AKB Cherry 的歌我知道没听过。爸爸说的那首，哦，我好像没有听过哎、欸。代替我看美少女，臭丫丫，你等着被烤吧你！去烤箱里面自己走进去。三大特色的就是帅哥，三大特色是什么？谢谢明丽的徽章，大家把丫丫丢去烤了吧，他这个已经时候差不多了。一直都在看美少女的怎么办？可以继续看啦，美少女是美好的，美好的。对，只是我最近就是也是有在看美少女，但就是男生女生都有在看这样。特色片通常会选帅哥演主角，不是都这样吗？一定要帅才能演主角，不帅的每次都能演配角。高桥一生那种帅可以吗？高桥一生，查看，不知道是谁，我很多都不知道。谢谢中喵的一封信。高桥一生。哦，是熟男欸，
是熟男，感觉蛮帅的啊，是帅大叔，还不错。爸爸喜欢长相偏硬派的哦，我最近觉得那个谁也很帅。之前看《月薪娇妻》的时候都没有觉得，因为那时候在看的时候就眼里只有 Gaki 而已，就是哇 Gaki 好可爱。然后不是最近二刷吗？重看一次，然后才发现那个男二也蛮帅的，就是大叔的感觉。但是我也忘记叫什么名字，就是大叔的帅也不错。对啊，我以前 get 不到那个。get 不到男生帅的点，就是都没有不会多看一眼，然后就是真的他结婚之后，然后就看就会发现不同的帅。大叔的帅也很帅啊，只是他特别偏的时候把那个胡子剃掉之后就完全认不出是谁。在场的大叔都要跑出来了，大叔就会有大叔的知性的感觉嘛，不一样。小鲜肉就是你看了会觉得哇好可爱的那种，不一样的感觉。对，但我以前是都不会看的，所以我因为 Gaki 改变了我当初因为 Gaki 学日文，然后现在因为 Gaki 开始看帅哥。这是什么改变。大叔会想到韩国大叔那种，韩国大叔完全没有概念，因为我没有在看韩剧，不太知道。小鲜肉，小鲜肉吗？你好意思问？你应该算八加九。新人间的影响力真大，所以对啊，我不是说我觉得偶像真的是很有影响力的，所以我才说我今后我也会更努力的散发正能量给大家的，因为我深刻体会到偶像是有多么的重要，就是而且我的初衷，我当偶像的初衷就是希望可以带给大家快乐啊，所以就真的有在反省这件事情。思考这件事情，对啊，我的初衷是要带给大家快乐的，所以之后也会更努力朝这个目标迈进。对，谢谢洛克看好你哦，谢谢丫丫的告白气球，谢谢，送完气球可以进烤箱了，太棒了。米粉都饿了吧？想吃烤鸭了吧？我也想吃了。谢谢土司姐的啾啾鸟。小千正派，哈？哪里正派？我看错吗？应该是眼睛夜障中。谢谢正人的看好你哟。如果我以后结婚，对我结婚的话，你们怎么办？你们哭鼠，你们会哭鼠，因为 Mina 现在开始看帅哥了。可是我觉得帅哥不会看我，就是我看帅哥，但帅哥不会看我，就很像《月薪娇妻》里面，我一直记不起来那个名字，就是 Gaki 在戏里面她的算是她的闺蜜吗？她的闺蜜就是一直说她很讨厌帅哥，然后我看的时候就觉得对，跟我一样，我也是很讨厌帅哥。你们会看我，好帅，卡酷音，卡酷音，只好先我一步结婚，来比赛啊！就米娜明天要结婚了，跟谁？跟大猪。谢谢钟喵，我不要谢谢钟喵，你送我啊啊啊！一直被说可爱，爸爸很可爱啊，但我真的就不喜欢帅哥啊，帅哥就是，但偶像剧的那种不一样啊，偶像剧看了你就是觉得哇，
就是偶像很帅的那种看，但就是现实生活的帅哥是真的蛮讨厌的，就是你会感觉到他身上就是有散发那种，就是散发的那种哦，我很帅，然后我很，就是怎么讲那种悠悠的感觉，真的是很讨厌的，不喜欢。虽然现实生活中帅哥好像已经很少了，礼金。谁 CK 要结婚了是不是？送礼金，谢谢 CKU。 聘金给谁？说可爱不知道高兴还是什么。可是那个演那个 BL 剧里面的那个叫什么优太郎，他长得超级像女生的耶，是我一开始看的时候我觉得他根本就是女生吧，怎么会说他是男生？结果我查了一下，他真的是男生耶，可是他长得完全就是女孩子啊，为什么可以有男生长得这么的，他是男生？这个太好特效。他已经够可爱了，怎么可以把我的可爱抢走呢？超可爱的。对啊，就是他长得完全就是那种比较中性的女生，很秀气。对，他居然真的是男生耶，台湾好像很少看到有这么秀气的男生，日本的话好像就比较多。为什么可以长得那么秀气？超可爱的啦，这张也是，你看，根本就是金发洋娃娃，他又抢走我的特效了。反正对啊，怎么有男生那么可爱？我觉得我最近是怎样？就是我以前根本就不屑看这些，然后我现在居然觉得这个很可爱，这个很帅，这个大叔好像也蛮知性，我就开始花痴了，我也有这一天啊，潘之礼，我自己都常在这样问自己，我什么时候也开始看帅哥了？而且是就是各种类型都就同时，都很帅啊，都很可爱啊，这样子。我以前都不会这样子，太恐怖了，感受不到爱。有啊，茄子没有给你爱吗？花心。我看看而已嘛，我只是看而已。你们最近看各种类型的正妹也可以，看呐，看嘛，反正最后他们也会结婚呐，跟 Gaki 一样。8:30了，我。时候差不多了，你先娶他们就没事了。那就出啊！我时候差不多了。帅哥也会结婚，可是不一样嘛，你懂吗？看到心爱的女生结婚了，你就是会很想哭，跟男生结婚就哦。长大了，成家立业了，对，该有家庭了，懂吗？就不一样，帅哥是不一样的，女生结婚就会，我女神结婚了，怎么会这样？就是你们能懂吗？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反正女神结婚就是会世界毁灭的那种。好啦，反正我怎么感觉很像今天很像什么大叔会议啊？好啦，虽然不全都是大叔，宅男会议，然后我也是里面的一个宅男，就是你看，完全我今天讲话完全就是可以用我是宅男去带路，就是我这个宅男，然后我就是喜欢看正妹，然后只有当我知道我的老婆新元杰结婚之后，我就性情大变，然后开始看 BL， 不觉得这完全就是一个宅男的
我觉得我完全就是宅男耶，完全是一个宅男的故事在我的身上。可是对，我明明就是女生，可是为什么宅男套在我身上会这么的合理？超奇怪，直接开始狂看 BL。 你老婆一年前嫁了，石原里美是吗？好糟糕，宅男不会看 BL， 不会吗？可是刚刚明明我说那部剧的时候，很多人都说我有看过。所以你们能懂我那个心酸的感觉，也不是心痛，就真的是心酸酸的。宅男看百合的机会会比较大，是吧？原来是这样。今天是星期五了，下一次直播就是星期一了哟。星期一的话，可能是7点或9点，大家在看那个。在看官方公布的时间。宅男看 BL 会怎样吗？但最近是不是比较少百合的剧？都只看美少女？对啊，都看美少女。好啦，我要来念排行了。今天的第13名是太空，谢谢太空。第12名是博成，谢谢博成。11名是阿奇拉，谢谢阿奇拉。第10名是夏儿，谢谢夏儿。第9名是小香，谢谢小香。第8名是烤鸭，谢谢烤鸭。第7名是正人，谢谢正人。第6名是中喵，谢谢中喵。第5名是 Matthew， 谢谢 Matthew。第4名是 Killa， 谢谢 Killa。第3名是熊熊，谢谢熊熊。第2名是土司机，谢谢土司机。第1名是萝莉郎，谢谢萝莉郎。谢谢大家，我们礼拜一见了哟。礼拜一，是9点还是7点呢？我猜是9点，就是你们可以在等直播表出来的时候再确认一下。好啦，今天直播就到这里了，希望大家有个美好的周末，那就这样咯，礼拜一见，拜拜，晚安。我要去忙了。大家晚安，礼拜一见，晚安。子毅晚安，逸晨晚安，瑞龙坤坤晚安，博翰晚安，萝莉龙晚安，茄子小千晚安，爸爸晚安，真人晚安，哈哈爸爸，浩哥爸爸。要去发文，对，等我一下，我9点可能来不及了，可能要10点了。大家晚安，拜拜。要想我哦。嘿嘿嘿，拜拜。啊，礼拜一见。我要没电了，拜拜。